农村花市，这个绿萝卜哈有那个烂叶烂根的现象，我给它铺了一下。我卖这个根给它磕出来吧，我观察观察，它溜溜有这个烂根的哈，你给它铺了一下。你怎么这有烂根的，我给它剪掉。你要不给它剪掉呢哈，它这盆花它都爆皮了。我卖这个根呢哈，我看到有烂根的这个地方哈，我给它铺了一下。你这个烂根呢哈，它黑根了，你都开始检查一下。你不铺了铺了，它里边有烂根的地方吧，我给它铺了完了，我给它卖这个黄叶吧，给它剪一下。你这个烂叶了，你全剪掉。你要不剪掉，它容易感染那个。我这盆绿萝卜，我早上给它铺的完了，我给它那个晾上多时间呢哈，你早上晾上半个小时吧，你早上这多匀零，我给它拿点土去，放点这个腐叶土，你土腐叶土，你掺上点那个煤球渣。给它铲一下吧，你那个换盆呢，你换个那个盆大点的，你换上有一个月吧哈，它都爆满盆。你下边早上有2公分的土就行。我这个绿萝卜我早上晾好了，我给它带上。你带的话，你当手掀我这个绿萝卜。你掀过吧，它那个不上这个叶上弄这个土。你到时候啊，给你这个周围这个空间，要是到一。早上那个一换大盆吧，你早上都给它消毒了以后，你到一个月哈，它都长这么一大盆了，都满盆也爆盆也好，漂亮也好看了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下次下期再见，拜拜。